愧是重点高中啊，校园阳光明媚，风景如画，同学们都朝气蓬勃，能成为这儿的插班生真的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表现。这么快就表现的机会了？什么情况啊？哥们儿，你是这个学校的吗？学校我帮你吗？居然被抢先一步，出师不利。哎，同学，不对，要我吗？哎，初中部在那边。完了，我把初中的牌子换过来了。这个就好了，谢谢啊。好，还有什么事吗？还有什么事吗？没事了。那我先走了。反正没穿校服，先去溜达一圈。第一天进教室的时机很重要，必须要在所有同学之后、老师之前进门。多停留几秒，所有同学的目光就会集中在我一人身上。思考这位没带胸牌的少年是谁。这位同学坐回去。直线在此平面，它表现为什么？那实际上表现为是这样的，也就是说 A 点属于 Alpha， 那点属于 Alpha。不愧是高中，上课这么有节奏，但是也太快了吧！你们要不懂的。你在搞什么？搞艺术。保安室，保安室，在操场上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请派人过来一下。发生什么事啊？哎，校长好，这个人不知道从哪儿进来的，我正在检查他的物品。校长，我从大门口进来的，你怀疑我，就是你们保安有问题。你说话注意点。跟我去趟保安室。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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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东西给我看看如何？好。画得不错，你画的？是的。好，你先去忙吧，这儿交给我。是，校长。你哪个班的？哪个帮的呢？青龙帮？哎，不行，太平常。爱乐族？太婉约。大王会？太幼稚。傲天门？略浮夸。噬魂帮，我问你哪个帮的？高一二班。高一在对面楼。走错班了。校长来了。
又抢我风头。郑典、常言，你俩出来一下。你是郑典，第一天上课就旷课。老师，我走错教室了。胸牌呢？带了，带错了。第一天上课，可以理解。但是，规矩不能破。500字检讨。不会吧？第一天就写检讨？你是常言。校服呢？刚刚转来，还没领到。你1000字，一会儿去后勤处领一下。我带你去吧。谢谢老师。这不公平。忘了给你们俩介绍一下，我姓阎，阎王爷的阎。谢谢阎老师。跟阎王爷有什么关系？报告老师，我想跟旁边这位同学换个位置。开什么玩笑，风头你也抢了，现在还要抢座位？可以。你跟他换个位置吧。哥们儿，可以啊。这笔账我先记下了。收敛一点吧你。长得帅就了不起了。兄弟，来日方长，请多指教了。忍忍吧。迟早会换座位的。嗨，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我叫郑典。Hello， 我是赵光明。Hello， 王大川。好。人生中第一次住校，好兴奋啊！常言，黄大帅，你好，常言。室友们都很友好。这位除外。兄弟，你喜欢上铺还是下铺啊？下铺。这么巧，我也是。其实爬上爬下的都不方便。这样，我让你一下。我睡上铺，你睡下铺，可以啊。打游戏吗？没兴趣。那你对什么有兴趣？画画。画画？巧了，我最近在学画画，教科书借我2本。可以啊，记得还。再会。同学们，这是最新的住宿守则，需要仔细熟读。重点呢，我再给你们强调一下，电器一律不准用，严禁一切娱乐和学习无关的用品呢一律没收，严禁外出谈笑嬉笑打闹，夜不归宿者抓到每人记过一次。垃圾桶值日生每天清理，垃圾桶内不能有垃圾。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要垃圾桶干什么？我说的是检查的时候，清楚了吗？哎，你们宿舍长是谁？当宿舍长会不会有特权啊？我还没当过宿舍长呢。宿舍长，要不我也试试？当宿舍长的随便画画吗？我们来选寝室长吧。你们三个选吧。又在装酷。那我们就来一场男人之间的较量。行，我当裁判。哟呵，还要当裁判？那你讲规则。好，单脚盘腿站立5分钟，双脚着地输。简单。来来来，计时开始。Round one，
你推我干嘛？我，你们五分钟都不行啊！这个不行，这个太难了。是你们太弱了。你行你来啊，你来个十分钟的。十五分钟给你来一个，继续。这局不分胜负，第二轮。高手啊！第二轮，猜拳，不用手，不用脚，准备好了吗？嗯。我数三声，三、二、一，跳。再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不断，他跳的那么高，你都看到我出什么了？你再来一轮，没问题啊，我没说同时落地，不公平，不公平，是你们没听清规则。他以前是体育生，他跳的比我们高，你长得比我高，还跳的比我矮呢，认输吧你们。再来一轮，换一个别的。第三轮，从现在起，谁说话谁输。我像夜聊，说梦话算不算呢？睡不着可怎么办啊？怎么都成哑巴了？巡长干什么吃的？你是寝室长啊？我不是。谁的漫画？我的。为什么把我扛了？同学们，咱们要建个班级群，面对面建群，口令一二一二。还有一位同学没加进来，是谁呀？是我，我没带手机。好吧，其他同学把手机给交上来。啊！小子，不赖嘛。这老师不简单。班主任真厉害，刚开学就是这样把全班手机都没收了。好在我有备用机，机智如我。
女人秒回。把手机交上来。可显示发布于 iPhone 十一啊。我知道有的人不止一部手机，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把手机都交上来吧。在咱们训练场中，如何与教运动员跑得快慢？同样的问题。我都不耐烦了是吧？好，这位同学上来做题吧。签字检讨，今天上课讲的内容大家记得回家复习，明天我要抽查。兄弟，笔记本借我看一下。看一下，小机会，凉水。是我给你的，不过我这儿还有。哪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东西不属于你。你说，为什么我跟你一样帅，一样有素质，怎么就没人在乎我呢？告诉我自己那儿的。哎，学校附近开了一家新的火锅店，晚上点他们家的外卖怎么样？老爷来了，把书给我。江浩辰，人家对你一片真心，
啊你嘞，你把我踩在脚下，你把我碾成粉末，你究竟有没有心？你有经验，你告诉我，为什么作者要把蒋浩辰写死？为什么？看点别的吧。谢谢，但是我再也不会爱了。这哥们浑身都是戏，想不到圆圆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这看的小说还挺多的，跟我口味也差不多，倒是有那么一点点修养。合口味就赶紧行动。哎，大柱，我是不会和你抢的，我讨他讨厌，你合他胃口。祝你们幸福。你想多了。十万火急，手机借我一下。干嘛？第六部我就差这么一点点就看完了。现在查这么严？这个月的饭钱我包了。顶风作案啊！给你可以，但用我方法看。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三千字检讨，你看看你们看的是什么？文化糟粕，简直是荼毒心灵。郑典，阎罗王喊你去办公室，祝你好运。公元后2019年秋，老严追本溯源，趁众人上体育课，大肆搜刮，共缴获课外书100余本。从此以后，大家只能苦中作乐。谢谢同学们合作啊！这么无聊啊！两个黄鹂鸣翠柳，你还没有男朋友？雌雄同苦傍地走，你也是条单身狗。
谁看谁是。赵光明，是你扔的吗？不知道乱扔纸条是极其不环保的行为吗？那边还有呢。你看不懂，看不懂帮你写。老师，我错了，我立马写检讨，深刻反省。别着急呀，着什么急呀？我看你们群里挺热闹的嘛，有份写的人放学都自觉留下来，别让我一个一个对笔记啊。都看我干嘛？他传给我的，冤枉啊。哎，你画画那么好，怎么不考美术学院啊？你想多了。走这儿。为啥？我点了外卖。快点！不行啊，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出来取吧，我等你。糟了，外卖被截胡了！哎，张岩，喂！哥，下次别送了，多麻烦啊！你以为我想来呀？要不是老爸叫我来，我才不来呢。这里保安又那么烦，拿着。明天也别来了，周末就回家了。哥，来，过来。怎么做的？你教教我呗，你怎么弄的？你家族到底有多大啊？阿姨，你是要出去吗？是啊。那您能带我出去一下吗？你要出去干什么？我就在门口取个外卖，很快的。哦，好的，没问题。谢谢阿姨。不客气。哎，同学，你是哪个班的啊？高一二班。叫什么名字呀？郑典。哦，郑典。陈主任你好。把这个学生名字登记一下啊。好的。嗯。叫外卖。用手机。非法立校啊！老师，我写500字检讨。2000字。10万火急，手机借我一下。干嘛？第6部我就差这么一点点就看完了。
给你可以，但用我方法看。今天手机被收，是个意外。对不起啊。没事儿。那个，手机我回头赔你。我今天被拉去训话，饭都没顾得上吃。哎，你吃了吗？吃了。你在哪吃的？食堂。食堂好吃吗？有没有水煮肉片？我跟你说，我最喜欢那种一大碗红彤彤的切薄片，葱花、花椒，再拿那个刚烧开的热油一浇，再来一次，想死个人了！给老娘闭嘴！请你闭上嘴。干嘛？这是解码器，我发明的摩斯点码。你看，以1到26的阿拉伯数字对应26个英文字母，这样以后我们写纸条的时候就用数字组合代替字母组合。我举个例子，你看，12、1、15、25、1、14、12、5，即老严来了，厉害了，厉害！又一个伟大的发明。还想跟我玩碟中谍？哎，什么情况？谁写的？嗨，我们还以为是你写的呢。哎，我已经把字母列出来了，你看看。他怎么会知道？周五月考，周一家长会。哇，还真是啊，翻译神速啊！各位同学注意，特大喜讯，从今天起，老严请假3天。各位，老严虽然不在了，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来，一首歌送给他，嗨起来！阎王爷，你别怕的小姐，阎王爷，你别怕的小姐，阎王爷，我想当个头看，一转眼就要当个头看。我们来玩故事接龙怎么样？好，不用写，我们大声的讲出来。好，我开头啊。一日，老严在后门偷看，突然一颗流星，咻！闪瞎了老爷的双眼。下一个，老爷，醋。克鲁苏问世，地球毁灭，只剩王大川一人。王大川从昏迷中醒过来，只见眼前一个绝世美女站在面前，梨花带雨的称道：“李贼哥，福星孩儿。”这不可描述，省略10000字。黄先生，您涉及传播不良信息，产生恶劣影响，罚你到讲台上跳性感热舞。哇！
同学们，班主任有话跟我们说。今天大家看一部纪录片，看完以后认认真真的写一部感想。She is 70 years old, and the skin has become white. 有同学知道这道题怎么回答吗？哎，这位同学，答案是 Rose。嗯，非常好。那我们看第二题，大家先看这个表格 ，A 和 B， 在匀速直线运动中的位移图像中，图像的斜率在数值上等于速度。然后我们回家做一下练习题。谢了。你今天上午不打算醒了是吗？醒了。一会儿真醒了以后到教务处找我去，知道没有？在我的带领下，我们班很快涌现了数位睡神。而我被大家尊为教父。上课了啊，现在开始点名。陈卓，梁笑堂，郑典。报告，他不舒服，在教室休息。哦，让他好好休息吧。圆圆到。黄大川，下课了，程爷。刚刚就不行啊！你以为最聪明的方法是最笨的。快点！
什么不对？陈卓呢？醒了。哎，别动，别动！你们看他的眼。怪不得做那么直，原来他才是真正的教皇，向教皇致敬。虽然月考让人崩溃，但是白座位让人兴奋啊！哎，你想回去哪？无所谓。哎，不如我们合计一下，争取坐到一起啊。那个，我也想。算上我呗，坐哪儿？咱们班一共有36个座位，第一排 C 位学霸区，基本上就把前十名给包括了。第二排，中产阶级，也就是咱们这一列，清凉避暑专区。那右边这一列，高级阳光 SPA 区，还有最后两排，也就是咱们这儿 VIP 休闲娱乐度假村。你知道人眼的可视距离是多少吗？可视范围几十米，6米以内细节清晰，所以坐哪都一样。啊！不不不不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咱们这儿是老爷的死亡凝视重灾区。最左边那个家，倒数第一名专属，是老爷唯一的私教，我称他为水晶王子。水晶透明，老爷看不见啊。常言可是入学的最后一名，要是他再考最后一名，那座位就归他了呀。所以这次我一定要考得比他还差，必须夺得我的水晶王座。兄弟们，作为213寝成绩最好的人，我专门向学霸请教了一些秘诀，可以传授给你们。我相信只要掌握了这个办法，你们一定会进步的，必须的。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我也会，谢谢啊。No, 我要说的那都是干货，真正的得分大招。那比如说这数学考试，那选择题都是有技巧的。第一招，排除法，简单的说就是排错、排乱、排异。好，同学们，停笔了。第一排的同学帮忙收下答题卡。故意答错好多题，这下稳了。志典，常言这是要拿零分的节奏啊！完了，水晶王座不保。大哥，就算为了跟我抢水晶王座，你也没必要这么狠吧？算了，只能出大招了。先把这个18改成78，再把78。你成绩单呢？什么成绩单？啊？你怎么会有？入学填表的时候，我填的自取。是吗？
还有这个选项，那我应该是忘选了。没事，反正我也看不到。忘了的话，直接默认快递到家。哎，快递还没走远吧？这次算你狠。他们不会翻脸吧？不好说，被亲兄弟打败应该不好过吧。你回去可得好好看着他们俩。放心吧，我会保护好常言的。七点，不过聊会儿，不行啊！这俩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今天一句话都不说，在想什么？还在纠结你的水晶王座？万万没想到，水晶王座竟然有专属监控。老严把我叫到办公室，一顿批斗，这老严也太……啊，静心。哎，我更惨，直接跟警出警察就来。衣柜里面除了衣服啥也没有。床缝那么小，怎么可能藏东西嘛？宿管近期再也不会来我们寝室了，这不是好事情吗？这些你存在多久啊？也没多久啊，就开学到现在嘛。你们立了大功喽，还不赶紧洗了，留着过年啊。物质入库，是我。
哎呦，吓死我！去网吧吗？带我一个。啊？你还在生气啊？我真有正事要办。我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行了行了，走走。哎！画都寄去哪了？漫画杂志社投稿，他们在签约客席画家。有时候还真挺羡慕你的，有理想，有目标，人见人爱的。你的理想是什么？我没有什么理想，反正每天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其实我也挺羡慕你的，你可以自由地做开心的事情。啊，你以后出名了可不能忘了我。到时候你的画被选中了，是不是很值钱啊？我要做你的经纪人。哎，你们上哪去啊？校长好。校长，我是常言的同桌。你说这干嘛吗？你不是校长，还这玩意上回是碰巧遇到了。干哪去啊？一大早的，不会是昨晚去？校长，对不起，我月考没有考好，我觉得我退不去学校，对不起了。好了，起来，起来，起来，好，嘿，好了，起来吧。校长，我想好好学习，认真听讲，可是我力不从心，我身边的同学。没想到兄弟这些演技终于派上用场。就是，我不行，我力，我处处不如人，我特别痛。同学啊，不要着急啊，不要老跟别人比，要跟自己比，不懂得多问啊，跟老师同学多交流，去先向别人学习，自己也要不断的总结，慢慢的踏踏实实的向前走。会有戏子吗？有聪明的人，无敌了我！你画的？不是我。你这个假发是从哪儿弄来的？网店。链接给我一下呗。兄弟，这是坑啊！哦，我手机在家里，回头发给你。终于聪明了一回。三千字检讨。好的，老师。我一定认真检讨，深刻反省。正点，不是我说你，你看看你写了多少检讨，检讨是写的越来越好。高考考检讨吗？老师，我下回一定改。走吧。怎么还把我单独留下来了？模仿的不错呀。练很长时间了，走了。你妈妈来电话了，说你没往家里寄成绩单。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了，没事的时候跟我多交流交流。多谢，感谢老师理解。老师，这是上周的考勤表，请签字，我送教务处。好。严。喂，好，谢谢老师。去吧。好了。
家有要事，回家一趟，安全起见，正点陪同。你家里什么事儿啊？私事儿。还真是严老师的签名。好吧，赶紧走吧，注意安全啊。嗯。站住！严老师早。又去通宵了吧？严老师，您可不能冤枉我，我一早就到这里来晨跑了。晨跑是好事儿，得多坚持。走。去看看你的室友起床了没有？走啊！夜不归宿，私造假条，你们两个胆子也太大了。校长可发话了，要严肃处理你们。老师，您一定要救救我们啊！救？怎么救？现在嘛，倒是有个机会，就是你俩把成绩都提高上去，将功赎罪。这样的话，我还能救你们。要不然，谁也没救。怎么算提上去啊？成绩提高，实名吗？怎么可能？哦，对了对了，常言，你父母可说话了，如果你要是再画画。就把你接到国外去，凭什么？这我可管不了了。好，我们平均进步十名，做到了。平均进步十名，画画事您不要管。还有，假条事是我做的，不关他们的事。成交。开什么玩笑？你答应的倒是轻松，忘了我们是全部倒数了吗？是花花，这小子不会是来真的吧？居然这么认真，看来是下定决心了。那我也不能拖后腿。英语是我的一大短板，要提高成绩，必须要提高英语水平。同志们，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英语交流，创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我相信，只要我们多说、多练，让英语走进你我的生活，我们一定能够成为语言大师。敢不敢打赌？从今天起，谁说一句中文，谁请客一次。You.Just say the Chinese, so you may put today. 不行不行，不打，我还没开始。Just now, you say Chinese again. Okay, okay. I buy what food eat you want today. I want chicken leg.OK, you want how many? Two, thank you. No, thanks. We two, 欢呼。I want fire and cold noodles. OK, Mr. Big Mountain. 常言。What?忘了 today. No, thank you. 长夜 no hungry. 那还够了啊。Goodbye. I'm waiting for you. OK. Goodbye. I will wait. Hey, hey. It's so dark. You open the light. Go. OK.拜拜。
老师，不好了。把试卷放在桌子上，你可以出去吧。想交卷举手就可以了。啊，大哥，在考场上有人给你传纸条，就算你写答案，懂？嗯，真的是，难道你上这么多年学，从来没有做过弊吗？之前没有，我的答题卡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写。没事儿，我写了。各位，成绩出来了，我先发给大家。倒数第三，倒数第二。长言，可以啊。点歌，你的。真正的勇士，敢于直视惨淡的成绩，敢于正视淋漓的排名。从三十名进步到二十五名。已经不错了。这次轮到我倒数第一，我圆圆、老赵、老黄、陈卓，我揽倒数五名，加油！不对，还少了一个。语文144，数学150。英语146，物理70，化学100，生物100，政治95，历史97，地理98，总分1000。常言进步了29名，正点进步了5名，他俩平均进步了17名。这俩小子挺聪明的。说实话，你是不是搞错考试答案了？有就给你了。也是，但你居然是学霸！不不不不不不，简直就是学神！你怎么可能是学神呢？明明上次预考考的比我还差。上次不需要。你还担心什么？问题不都解决了吗？什么意思啊？你这次几名？25。30减1等于多少？29。30减25呢？5。29加5，平均数等于多少？背过你了是吧？感冒了？嗯，没事儿。
吃东西。你怎么了？又那么高兴？你有什么喜事你说不说啊？好吧，我现在可以说了，我漫画投稿过了，今晚签约。那必须要好好庆祝一下。那你怎么请假？你想好了吗？还得瞒着你家里。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等老赵和老黄回来一起想办法。大川试图用冰水沐浴法让自己感冒发烧，经过他的亲身试验，此路可通。而我认为，装病拿病假条未必要折磨自己的身体，我们得智取钻木取火式。38.5度，成功。医生，我不舒服。你哪里不舒服？发烧。那就来量一下体温吧。正常。什么感觉？只有头晕，没有头痛。失败。床炎，你要能来大姨妈就好了。床炎，哎，要不你的床炎吧。床炎，漫画还有吗？事到如今，只能采用非常手段。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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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批假条。班主任呢？没在。这是我哥。你哥？是表哥。我弟家有事儿，家长来不了，让我来接。您可以给家长打电话确认的。长吗？哦，对，我是。啊，没什么事儿，这边我们是学校打过来的，确认一下。哦，没问题，谢谢啊。好的，再见。我还是要跟你们班主任确认一下。哎，老师，这份函数怎么抄导数啊？老师，怎么计算复合函数的导数啊？老师。怎么计算复合函数？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导数怎么计算？老师，老师，我也有问题。这个二元一次方程，我昨天看了好久都没有看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老师，你看这个三角形，它的这个边要怎么求呢？还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让我画一下。等会儿，等会儿啊！等我上完厕所了，等一会儿。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嗯，好了，你们等一下啊。看来 mission clear 了。下周又要月考了，我讲个更恐怖的，明天常言该回来了，他应该已经知道我没穿光就把他卖了的事儿了。你确定？千真万确，伤得十分厉害，当时幼师已经没人了，宿管直接让他打车去了医院，
是真的，老师，太可怕了。赵光明，他怎么在这儿？你刚才怎么说来的？常言肚子疼得厉害，连站起来都费劲，恐怕是阑尾炎。对，他就是肚子疼得厉害，站都站不稳了，所以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对吧？对。严老师好，我是常言妈妈，因为常言老爷生病住院，让他回家探望，请假一天。回去啊，跟黄大川讲一下，我的言字里面不是三个横，三千字检讨。害怕。幺二，你们说，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呀？灵感、才华？错，是别人的认可，就让所有人都认可他的实力，用民意来证明他的价值，这样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哦 ，I have a good idea。你说什么？什么？怎么样？哎，可以。这个好，快写。昨晚贴画的时候，明明穿挺多的。我看是赵光明传染的，之前学我淋冰水，终于作死感冒了吧？身体没我好就不要勉强。你回来了？那个，我们深刻检讨过了。之前出现严重失误，主要就是我们没有充分沟通。你们注意身体啊，这大白天的。什么？我们是感冒了，很严重的那种。哪个白痴？你拿走，走，出去！大哥，你生什么气啊？谁让你动我的花朵？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I have a good idea。我们把所有的厕所都贴上他的画，就让所有人都认可他的实力，用民意来证明他的价值。你看，厕所是每个人每天的必经之地，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才华。不瞒你说，我让圆圆把女厕所也给打扮了，够不够全面？这有什么？几个意思啊？我还不怕你生气，想将功补过？不知所谓，我不知所谓，我还不是为了你好？没心没肺，小幼还不惜的理你呢，我再也不跟你玩了。林高远左手板真是一流啊，樊振明右手板才是一绝。林高远资历高，经验丰富，樊振明年纪轻，后起之秀。呀，林高远一定是冠军。哇，樊振明一定是最后赢家。你闭嘴，你懂什么是乒乓球吗？你何时何年何月何地喜欢乒乓球？我今时今日今刻我就喜欢乒乓球，你管得着吗？林高远必胜！哎呀，你们俩争什么呀？他俩不都是自己人吗？谁输谁赢结果都一样。不一样。林高远。你俩有完没完？你们俩要吵去班里闹，别在宿舍里边吵吵，影响别人学习。昨
左耳突发性失聪，应该是最近压力太大了，睡眠不足导致神经功能性障碍，加上噪音刺激引发的。回头去医院再看一下，注意休息，我帮你开假条啊。谢谢。他关节轻度创伤，最近都别乱动了，我帮你开假条，注意休息一下啊。因祸得福啊，这段时间终于可以不用再紧着家伙了，又成功躲过了月考。医生，能把我右胳膊吊起来吗？不能。那我再多休息两周呢，真的好疼啊。一周就够了。哥真的太疼了，疼得难以忍受。疼可以去医务室打止痛针的。说得对，郑同学，你就跟我到医务室啊。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可能就是因为某些东西一时刺激到了。我问你好，谢谢医生。不过你们到底是怎么弄成这样的呀？他们俩在床上做剧烈运动，然后还把床给搞塌了。什么情况？哥们，我要走读了。什么？现在走读都这么不值钱了吗？我跟我妈说了，住校住不习惯，吃不好睡不好，地不利，人不和，严重影响我学习。她就答应了。兄弟们，我杨过就此脱离苦海，自由自在。咱们江湖再见。告辞。我送你吧。兄弟们，我杨过又回来了。哎，杨过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不是怕你们嫌我想的睡不着觉吗？也就七个小时。手好点了吗？当然没事。不用忙，不用忙，我收拾一下。OK。到宿舍了吧？你给我听好了啊！给我在学校老实待着，好好待着，别没事老往家里钻。糗大了。用乌龟吸引我注意力，休想！学校不能养宠物。报应来了。薄荷糖。乱七八糟的，严重影响我学习。不，你还学习啊？粉笔灰，你想呛死呀？你们俩给我出来！你俩喜欢吵是吗？继续吵啊！看我干嘛？我脸上有字儿啊！看地上干什么？你在找答案呢？
把头抬起来。瞅黑板干什么？看书。同学们，继续讲下一道题。干嘛？找我有事儿？老师，求您把我们调回原来的位置吧，我保证好好学习。我也是。还捣不捣乱了？嗯。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顺便吧。他是一个好乌龟，哪有那么丑啊？哪里丑了？多神似啊！哎，你看，他哪有那么小？他比这胖多了。我画了很久，很仔细了。你看，这个脚我是画了好久好久，真的。脚也不对。美颜了，放大，什么鬼？这俩小子，好的倒挺快。你们谁来了啊？你出来！别在这儿吵，出去说。你们什么事儿啊？我找高一二班班长梁孝堂。没有。没有？这不高一二班吗？让我出来。没看到我搁这值班呢。如果你非要找的话，就找我吧。你确定？我确定。你找我？你是梁孝堂？我也是。你要找的话，我们班男生都是梁孝堂。你们耍我？你别欺负女人，男人的事情男人解决。好，那我明天再来找他。欺负到我们高一二班头上，我们能忍吗？不能忍。对，没事儿，我可以自己解决。他约了我明天下午放学，让我们来解决。干他！嗯，对，干翻他，就是干。走，冲！走，干他！走，一起干。欺负人小姑娘算什么本事啊？我找她不是欺负她，因为我养着她。哎，你有意见吗？
我有意见。我就是梁少棠。听说你找我，那之前，你借我朋友的游戏账号不用还了。我找圆圆，跟你没关系。跟我没关系，那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了。情敌，你不配。我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我认识他比你早，我俩都是走读生，我在教室只跟他近个三米，我第一次去班里找他，他就出来了，我一个眼神他就过了。他兄弟呢？我和他的名字都是两个字儿，他喊我也是两个字，唐唐。我不信。两位，两位，海场人的总啊。我劝你不要自取其辱。那就走桥。江山，哎，谁让你们在这玩了？这球场是我们的，你们要玩，去那边。怎么就你们的了？哎，你问问这个球框，你看他回答你吗？我们人先来的，我们球先到的。就你们那点球技，对这个球场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喂，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的球技。有种比比，就现在！你们等着啊，等我们人齐了，好好比一场。等着。我怕你啊，我就怕你输不起。今天我们是要杀六班一个，片甲不留。各位同学，体育老师今天生病了，我来为大家代课。把物理书拿出来吧。躲得了周一，躲不了周四，出击。各位同学，体育老师今天受伤请假了，大家把昨天试卷拿出来。老师，我终于见到你了，你的身体还好吧？家人一切好吧？老师，我想死你了。行了行了，上课。可憋死我了。看我一中姚明重出江湖！对对对，哎，六班的人呢？把他们叫出来，打到他们再也不敢进篮球场。对对对，叫过来，快快快！通知一下啊，最近学校里有同学因为踢足球骨折受伤，为了大家的安全，还是改成踢毽子吧。啊！啊！啊！快送医务室！同学们请注意，有同学因为踢毽子受伤，临近期末考试，请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踢毽。快送医务室！同学们请注意，有同学因为跑步受伤，临近期末考试，请开路，开路，来吧，在。快送医务室！快送医务室！快送医务室！同学们请注意！同学们请注意！老师，老师，老师，听说你下节课又请假了？你们班主任说要补课呀。你也给我们补补体育课呀？那我争取一下吧。反正六班的体育课已经取消了，我就把时间都留给你们吧。原来六班的老师也占课啊？
人家六班是主动放弃体育课，要求自己班老师来补课。他们说这次期末考试的成绩要狠狠地把你们班甩得远远的。一定是李刚他们怕篮球打不过，想用期末成绩来一争高低，居然攻击我们的弱项，太卑鄙了。哎，你脚好点了吗？没事，我拄着拐都能把六班的人给全灭了。昨天我看到六班的人下了晚自习都不走，宿舍快关门了才回去的。敌人发力，我们更要加油。班级排名看的是总成绩，所以我们强则二班强，为了二班最后荣耀，加油，跟他们拼了，全力冲刺。复习必须系统化，课本为基础，笔记、试卷、错题集，通过课本和笔记不断完善知识体系。看这个就好了，出考题的人智商不高，我刚把重点都记下来了，短时间内把这些都记住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想看的赶紧看吧。你就帮我写嘛。不行不行不行，你最聪明了，你就帮我写嘛。大姐，你找死别拖我下水啊。哎呀，写嘛写嘛，别输了输了。把纸条给我。情书啊。吐长言。放心，我守口如瓶。倒是他现在以为我跟长言有一腿。千万得给我把人带来。知道了。话说，你之前怎么会以为我喜欢常言啊？那你怎么会喜欢赵光明啊？谁不喜欢憨厚正直的男生呢？这又是什么情况？一言难尽。要不先吃点儿，晚上怕你饿。嗯。那蛮好意思呀，他们怎么也在这儿啊？同学们好啊！老师好啊！我们怎么在这里？老师，过来几座。啊，过来几座，老师。我是大人，你们可不能喝酒。不喝不会。再来一瓶。卖完了，卖完了。这还没分班呢，我管不了你是不？没有，我送他回去，你放心吧。好，快点，快点，老师再见。我请坐。好，再见。累死我了。老严虽然嘴上不说，但其实是舍不得我们吧。老严虽然严，但是对我们还是好。我当初参加体育竞选也是他帮的忙，他也帮了我很多。哎呀，你们一个个别那么丧啊，想点好事儿，咱们明天就放假了，在家想干嘛就干嘛。妈呀，连零食都不让我吃。我妈直接断我 WiFi。 我妈还帮我报了补习班，我妈比我早起。我的漫画要停更了。哎，
这你不用担心，这脸都帮你想好了，数位版在家你也可以画画了。你们哪来的钱啊？期末进步了这么多，人家李耀的奖励。所以你们不是为了要跟六班较劲，一群损失，整得我又想哭。你别哭了，这样以后让赵光明天天给你送零食。嫌弃我，相信我，一开始我更嫌弃你，慢慢熟了以后才发现傲慢的你其实也很温暖，不知不觉间也一点点改变了我，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尽管你从来不说，但我深知你的梦想，也知道你为此一直在默默地努力着。或许未来的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我相信你总有办法，努力的人总会被上天眷顾，朝着你选择的路昂首前进吧。这学期竟都走到了终点，人生多别离，还好我们在同一片天地，感谢你在这最好的时光里与我相遇，你永远是我心中那个自在如风的少年。感冒了？你干嘛？上课。你不应该在理科班吗？你妈被你气惨了吧？听你卡了？嗯。放心，今天这顿我请你。那下一顿呢？下一顿就稿费了吧。